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8年马金凤版豫剧电影《穆桂英挂帅》高清彩色完整版的第三期。片中佘太君的扮演者是丁桂云，出生于1930年的河南邱县人，12岁跟父亲学艺，专攻花旦。1949年加入了洛阳市豫剧团，因为扮演《穆桂英挂帅》中的佘太君，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的3等奖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舞台，在洛阳老城区一家旅馆当保洁员，以后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。看到这些资料，真的让我唏嘘不已，感叹人生的命运呀。他的资料在网上不多，但还是能从一些戏迷的口中得到一些对他的评价。其中一个戏迷说，记得小时候看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一开场一段的唱腔被震撼到了，那真是豫制今生。老人们告诉我，那就是豫东的唱腔，不得志被埋没了。还有人说他的唱腔比马金凤大师还好，这个我就不做评价了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正片。你这奴才包皮忘论，多来帅印，这换了的，待为娘将你绑上金殿，前去亭子把这帅印交还万岁。王良，娘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要往哪里去？太君不知，你命奴才进京探视，不料他在教场包皮忘论，多来帅印，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，请罪交印。啊，印在此，转来我看。这转过来，我养不了。
哟！是那家宁臣老太
太君，太君。尊妻，快快安排太师，等你得胜还朝，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迎你。是，太君，快快去吧。